兔子姐姐想上厕所了怎么办？我要上厕所。哦，这会是谁的厕所呢？先进去看看吧。哇，这么长的马桶，我需要一辆滑板车。兔子姐姐跳上滑板车。快停下。哦，这是我们的马桶。哦，原来是鳄鱼一家的马桶，不好意思啊。憋不住了。啊，又是一个厕所。兔子姐姐能顺利上厕所吗？哇，这么大的马桶。哇，我需要一根绳索。兔子姐姐想顺着绳索走到中央。哦，它掉了进去。啊，这到底是谁的马桶？这是我们的马桶。原来是河马的马桶，不好意思。我要上厕所。啊，这一定是我的厕所。快给兔子姐姐点个赞，让她找到自己的厕所吧。啊，马桶呢？哦，在墙上。兔子姐姐跳呀跳，怎么跳也跳不上去。这到底是谁的厕所？嘿，这是我们的厕所。救命！原来是壁虎的厕所。我真的想要上厕所。啊，这一定是我的厕所。兔子姐姐坐上了自己的马桶，舒服。纸巾呢？请看下一集。